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幸运星，我是股市幸运星华冠投顾林总林信荣林老师。刚不好意思，老师在看股票，很敬业哈，要做节目还是要看一下股票。那老师今天很高兴，因为听老师的节目的，我相信你都买到而且赚到。我也说过，我们吃香的一定也给您，喝辣的我也说过，有钱呢，大家一起赚。那大家有没有赚到先锋？有没有赚到先锋？不用再问我大盘，我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过，如果你要选择在股市里，你要经得起风吹雨打。我说过，下了大雨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让你去选雨后春笋。我们今天带进的新菜有没有？我跟你讲，7月9号带进的新菜有没有当天锁涨停？有，对不对？这新菜我们等一下来聊。那旧菜我也是都公开给全国投资朋友。老师常常开的那一台车叫做和泰车，就算好，我们讲7月8号你没有跟我们好，没有跟着老师公开去操作，从360.5好，7月8号我也大大方方的告诉全国投资朋友这里够了。那你看上天有多疼爱幸运星老师的 fans，昨天继续拉到快涨停板，是不是叫和泰车？星星老师说和泰车说多久了？公开操作给全国投资朋友看，大家有没有买到赚到？当然有啊！我说过我们吃肉，你当然也是跟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也说过有钱大家一起赚。先锋呢，大家有没有赚到？有啊，5349的先锋，我也是公开给全国投资朋友赚。那你还要问我盘有什么问题吗？你还要问我盘有什么问题？我在这里就公开给大家了，对不对？然后连飙两根涨停，然后创新高在这儿创新高，这天创新高，这天也创新高。那我也跟你说，我们卖一半，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半我们又去飙速度、飙获利，飙了谁？我也让大家猜谜，那个台湾老伴，台湾半导体之王是谁？领导厂商。我说过，我开这台车叫做和泰车，从286飙到360。那么在7月8号，我跟你讲，我们要下车，好，请大家下个车。我是不是这样说？是啊，那你隔一天下车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价格下车，是不是很幸福？你没跟到的，你也一样可以下车啊，对不对？那我 sorry 没有让你卖在最高点，但是你从280涨到360，够了吧？够了吧？那我公开的5425的台湾老伴。有没有拉踩？看清楚，这是不是标股？这是不是标股？全体幸运星家族，我没有让你进去追涨停，我在7月1号、7月2号、7月3号、7月4号，让你99吃到饱。然后呢，吃完了之后，中原标准时间9点整锁涨停，然后创新高，创新高，到7月9号它还在创新高。这样算算标股？我也说过，幸运星老师的股票标的急。飙的凶，飙的轰轰烈烈，然后呢，再来就是飙的久，长长久久，日日进彩，这样有没有很飙？我已经不需要跟大家报告利旺，我也跟你讲，前天我就卖完了。那我们72块赚到84.7块，然后我们又在配息完之后，其他另外一半再赚一次。那我们说过，吃鱼吃鱼肚，这块鱼肚我们吃完了，我们是不是又马上转到别的地方？那全体幸运星家族帮老师做见证，有没有现买现赚？所以我说买股票是买来赚的，不是买来解套的。所以这段时间，很多投资朋友都跟着我们幸运星家族赚到钱，打电话来谢谢，不客气，这是大家应得的。不论是电视的，不论是广播的，或是 Internet 这个叫做网路的。那幸运星老师的节目很多，不论您是在世界各大洲，您都可以看得到幸运星老师的节目。有几分功力自己可以衡量看看，老师的股票有没有很飙很猛。而全体每一个层级的幸运星家族，我亲爱的 family 会员，你有没有先赚到先锋？从28.6块赚到34.45，这全部都是我们会员一步一脚印买进来的股票。有没有大赚20%？有没有卖一半？然后有没有让你再去买？新进会员、旧会员一起来，给你买了3天，5425的台办有没有从18.5块直接给你飙到22.15，又涨了19.7%？
对不对？那么全体幸运星家族，你们的穆德3563的穆德，还有全国投资朋友，我也公开给大家的和泰车，有没有跟着赚？286赚到360，对不对？好，还有穆德，我说自动检测仪的 model 3563的穆德，我们进去4天，1、2、3、4天，4天赚了9块，4天赚了9块四，0.4不要算，那个是傻逼死。好，9块4天。4天就从我们进去7月4号那天开始，飙飙飙，就是不涨停，我就是给你涨不停。所以呢，我们全国的全体的每一个层级所有的会员都有赚到，很高兴。尤其是有一层级的会员更是高兴，为什么？因为重压，因为重压来飙股。飙股锁单的全体会员，老师有没有给你重压5349的先锋？压完之后有没有让你再去压5425的台办？压下去之后有没有赚更多、赚更凶、赚更快？有没有？有。其实哦，压错了就麻烦。2349、2498的宏达电，有多少人去重压？2498的宏达电，你不管什么时候重压，你的一条路就是等解套。而且是遥遥无期，重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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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到现在还在压。所以我说过，你要重压股票，是不是你要先知道你那股票是不是什么？我说过，产业跟周期有关，还有报表好不好，认同度高不高，是不是顶级中的顶级标股先锋？是不是？肯定是。没几天大涨20%，全体幸运星家族，你们有没有被锁在里面？有没有在里面数钞票？听清楚，不是数涨停，咱们数自己的钞票。而电视机还有我们讲广播节目，老师全省的广播，快乐广播、正声广播，还有我说电脑的网站里，通通有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全国的投资朋友在薪水这么难赚的时候，恭喜你，你现在赚到的比薪水多很多，很棒哦。有钱大家一起赚嘛，有没有给大家赚顶级中的顶级标股？然后有没有再给大家赚顶级中的顶级的顶级标股？来，全体幸运星家族任何一个层级的会员，来，记得吗？7月1号，我们看一下价格，18.5块。让你买买买买买买到19.45，好不好？你说老师，这吼小股票，请看清楚，2477张，当天买，当天就给你4.3%，过不过瘾？飙不飙？这样还不够飙，我们再来看要怎么飙，一直买到7月4号，还怎么样？还在买？我说过，人吃一半，感情卡袂爽。而我在送给大家的资料里面，顶级富豪飙股秘籍倒数第三档，是不是就这一档？那好事有没有发生呢？ Of course， 怎么样发生？你买了一档股票，9点就锁涨停，你觉得舒不舒服？9:00，中原标准时间9点整锁涨停，看清楚，全体幸运星家族通通有。那么标股重压的会员朋友，你是不是重压？7月5号礼拜五，老师发薪水，不是只有你公司发薪水，老师的薪水比公司更凶猛。重压这样的股票，18块、19块，100张也才100多万，200张也才300万。那你知道吗？这压下去，186万，100张，到7月5号已经变成206万5千元了，206万5千元了。因为9点一价到底，恭喜！看清楚，全体，这不是说一下是这个层级会员有，一下那个层级会员有。奇怪，怎么所有的涨停通通有，就是你没有，这只也没有，那只也没有？不会，在我幸运星家族里，老师呢手心手背都是肉，众生都是平等，会员都是平等，通通给我赚涨停。而标股重压的会员，你是不是就是重压这一档？有没有锁在里面？继续看好不好？来，7月8号，忘记了吗？大盘崩了115点，我亲爱的全体的幸运星家族，我们这一档5425的台办再创新高，看清楚。我昨天还给你看，有没有急拉尾盘？我跟你说，大单在敲哦，有没有急拉尾盘？我也跟你说，我们浪屌屌哦，浪屌屌哦。好，再来呢，有钱人不怕赚太多，有钱人就是怕亏钱。所以真正厉害的操盘高手，绝对不会让你去低阶宏达电，
摔得你鼻青脸肿，这叫低阶，这叫贪便宜。不好的东西都烂掉了，有什么好买？就反弹，反弹就很高兴吗？我告诉你，我们呢，眼光放远一点，志愿要大一点。来，7月9号礼拜二再创新高，来到22.15，恭贺全体信心家族。听清楚，我再讲一次，任何一个层级的会员，只要是我信心家族的会员，我们分时分批分价，在7月5号之前，所涨停之前，就把你们全部塞进去，安全带给你系好，让你给它飙出去，对不对？好，那么呢，台办有没有再创新高？我们有没有数自己的钞票？1000块数到手抽筋的感觉，你的180万、186万已经变成多少？220万。假如你买100张的话，你说100张有多少？标股重压的都是大资金的，200张、300张做你买，你说怎么够呢？昨天成交量10000多张，你多少买？今天成交量呢6378张，你多少买？你买给我看，对不对？那这是不是顶级中的顶级标股？对不对？和泰车，我从200多块我就全部分享给大家，我还把江宜桦的照片拿出来，就是跟大家说，你要留意哦，江宜桦哦，他这个行政院推的这个叫刺激经济方案，交通补助的公共汽车，台湾的国瑞，大客车的问奖，你们最爱开的叫 Hino， 你可以看那品牌。我也说问奖 Taxi 的问奖，你们爱开的就是 Wish 跟 Toyota， 通通是2207和泰车的。那我有没有说很小气自己赚？我说过，大方的人都咱度量爱大，才有钱通赚。有钱大概做会赚。5月26号我就跟你讲可以买，涨到370，然后我叫你卖掉，我真的叫你卖掉，因为我说不用贪，结果我们说好人有好报，就跌回来。在6月26号，我是不是开放？在这个6月26号之前，大家都很怕，我是不是开放纹身救苦专线？我说只要你留下你的电话跟姓名号码，我买股票的时候我会告诉你。那我也在节目里送大家股票，我送了哪一档没出去？高价股就送2档，一档叫和泰车，一档叫这档叫联发科，拍谁了吼？起卡哦，302，给你起卡今天352呢，不多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信心老师跟大家讲的有价有量的好股票，不管是大型股、小型股，通通叫飙出去。恭喜全国投资朋友都赚到，对不对？那么也恭喜全体信心家族也都赚到，更是恭喜我们飙股锁单会员，就这样一路给他一个字，压，两个字重压，三个字叫赚大钱，四个字叫什么？大富大贵。看一下，压，压，就是压，就叫重压，要顶级中的顶级，压台办重压，压2207和泰车重压，压3563穆德重压，今天穆德再创新高79.5块，赚一半，获利了结，现金放口袋。因为这里有一档站在云端的电脑王，今天我们进去之后，好事又发生了，急拉尾盘，网路的 security 概念股。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老师要讲。那么我告诉大家，我们昨天的稳赚7万 close 了，好。那么因为很多投资朋友说，老师我们有跟你听你节目都有赚到，但是奈何买一张买两张买三张买五张，有赚到但是都不够，觉得赚的不够多，看着我们这样重压一档接一档获利无法挡，所以很多投资朋友在反映，希望老师能开放之前老师开放的顶级富豪，这个我们讲的顶级富豪投资这个企划案之前老师开放的，那 sorry 那个时候已经 close 掉了。那么眼前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遇到顶级标股，你要致富就是要标获利标速度，这个时候重压是最重要的。所以老师跟公司特别争取了一个非常 nice 的企划案，来，信心标股重压企划案，我们的标的是顶级中的顶级标股，这一些都赚到了。全体信心家族，你有没有吃香的喝辣的？听老师节目、看老师节目的，不管你是网络的、广播的，或是电视的，我相信你都叫大赚，对不对？好，那重点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没办法买这么多张？跟着我们重压，
记得吗？我之前送大家顶级富豪投资心法，我告诉你正面能量是非常重要。我也说过，你一定要先把心性调好。我也说过，要改变你的灵，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为什么你不敢买这么多张，你不敢重压呢？因为你没有信心。为什么你没有信心？因为你不知道 why， 不知道为什么 how， 不知道该怎么买，买一张买两张，结果呢，飙出去了，想要追又不敢追。然后第二档是谁？又不敢买，永远都在不敢不敢不敢，永远都在没信心。所以我告诉你，信愿行。我昨天还特别讲，你要先告诉自己，我有信心，我要致富，我要当顶级富豪。然后呢，你这个愿力要许出来，你先对老师有信心，然后你的愿望要许出来，然后你执行力才要拿出来。所以呢，再来到执行力的时间了，老师给你，给你标股，老师给你，给你顶级的标股，在这里，信心标股重压企划案，标的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标股，目标就是这样，重压事半功倍，而且要快速大富大贵。这几档就这几天的。天天飙，这个飙四天，飙了19%，19.7%，台股最强的。而且我跟你讲，你有发现我的股票基本面都非常好，重点就在这。我说过我不投机取巧，我说过如是做如是赚，如如不动啊。亲爱投资朋友，这个幸运星飙股重压企划案，基本的门槛而已，好，就最基本的门槛。但是呢，直接让你飙到年底，这个真的很棒哦，很幸福哦。那么这个标股锁单这种标股企划不常开放，我们仅限今天。那么时间到，我们名额一到我们有设定各个节目有一定的门槛比如说中华这个我们讲的全球的一定的门槛，老师全球财经也有节目，比如说华人的有一定的这个名额，然后比如说这个运通的也有一定的名额，正声广播有一定的名额，快乐全省联播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台东花莲高雄各有名额，名额一满我们就 close， 仅开放一天，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进个广告，要来看什么？你不用担心没有新菜，因为一直上新菜，一直飙出去，这档就是我们的新菜，这档就是我们的心态，新菜 stand up。果然马上买完所涨停。好，那待会回来待会看看为什么这个云端的 security 为什么这么的强呢？好，你待会回来，谢谢。跟着来，华冠投顾林总顾问，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作手法，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拨幸福热线02-6630-3201，02-6630-3201。幸运之星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林总顾问，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作手法，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拨幸福热线02-6630-3201，02-6630-3201。头痛，请用五分钟；嘴齿痛，请用气痛五分钟。五分钟，紧够好。全球移动行动上网第一选择，4G上网最高速度达100M。您会发现令人惊艳的极速飙网，4G 分享器大力丸，提供多人同时 WiFi 上网。全球移动创造4G 上网新生活，4G 上网只要99元起。这阵子很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很多投资朋友这一阵子听老师的节目赚的真的很高兴。为什么？打电话来都说，老师你很特别，你永远就只讲那几档，
你的股票，你的股票就只有那几档，来，和泰车，你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这样一直涨上去，好像股票都在听你的话。然后比如说先锋 PCB 获利王先锋，你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股票好像就听你的话一样，感觉你好像是导演，这个剧本好像是你写的一样。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刚开始半信半疑，就买个一张，买个两张，买个三张，买个四张。那奇怪，怎么好事就一直发生？然后老师又说啊，台湾老伴也要动了，啊，讲讲一半，感情较袂爽，叫你要珍惜跟你牵手的感情，还让你去猜谜。结果好事有没有发生？他一样，而且越发生的越快，飙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竟然九点，如果你没有听我的，没有跟着我们信不信家族在九点之前买的话。九点之前没有开盘 ，sorry， 在前两天买的话，那么呢，你没有做好事先的准备，你没有像《孙子兵法》一样为乎为乎，神乎神乎，你怎么置敌之司命呢？那么很多投资朋友就这样听了买了，这里买一点 ，maybe 他没有买在最低点，但是他隔一天买他一样赚，他买20.9块的，他一样赚，好，到昨天已经22.2块了，一样赚，只是他觉得说，哇，这个信不信老师你实力好坚强哦。啊，无重要些，就艰苦，就无菜。这支也买两张，那支买三张，利旺也买了三张，也跟着配股配息，也配了2.7块给你。老师说卖掉啊，他就跟着卖啊，说买啊，他就跟着买，只是都一直不敢重压。我听到的讯息是这样，那我一方面呢，就是也替大家高兴。啊，咱吼唔通吼赚到个有准啦，哦，这个就不对了。有赚钱要很高兴，知道吗？不要想说。啊，我这支买两张，那支买三张，你还讲我太棒了，我赚到两只，我赚到三只，我下次要赚他200只，我下次要赚他300只，我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的正面能量一直很充沛。我说我今天带进了先锋，让客人赚了20%，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我好棒哦，我下一支要让你赚200%，我再来我要怎么赚，我再来要怎么赚，我永远都是正面去做思考，而且很努力，很积极。绝对不要让乌云罩顶，不要让印堂发黑呀、啊，懂不懂？好，那很多投资朋友说，哦，有赚到啊，赚不够多，买太少。那我就跟大家说过，其实信不信老师 ，maybe 老师讲盘是讲得很浅显易懂。那我说过，我说过，我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浅显易懂？今天 maybe 你是硕士，你是博士，我讲 K 线你 OK， 但是有没有想过，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阿姨们，万一不懂得怎么办？我也一样让他懂啊，我不可能只照顾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而不理会那些芸芸众生。我说过，佛看众生都是佛，而且众生平等。我希望我的节目让大家都听得懂，并且让大家都赚得到。比如说穆德，我也公开给大家赚。我们来看穆德7月9号有没有再创新高来到79.5？有没有？有没有？对，而且只花4天的时间，我全体信不信家族，我亲爱的信不信家族，70.1块开始做代金，隔一天涨到73.5块，再隔一天涨到76.5块，再隔一天涨到79.5块，天天的哦，而且一直涨停都没有。那我什么时候就跟大家说？我说光学自动化检测。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让大家看这一张图？这一张图，哦，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印象。这一张 K 线图，我们看一下哦，老师的 K 线图，哦，在这儿，看一下，看这张。我是不是跟大家说奇怪，盘怎么杀怎么涨，它就是如如不动？我说如来，好，无可来，亦无所去，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它如如不动，但是它将要动了。我也跟大家说，它将要动了。结果它有没有一直动？一下就动了9块钱给你，一张9000，10张90000，100张呢900000。所以啊，标股重压重不重要？当然你要压对股票，像老师的股票，你有没有发现怎么压就怎么重啊？对不对？你压那些什么 TPK， 什么宏达电 TPK， 我早跟你说600块守不住，你就要跑，牙咬着你也要出去。顶级富豪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亏钱，那他已经亏钱了，代表这家公司，你在做这，你假如说这 TPK 是你开的，他是亏钱的，你会再投资吗？你会说600块跌到500，我再投资个1000万，然后跌到400，我再投资个1000万吗？
No way， 这是不可以的。顶级富豪不是这样想，幸运星老师更不是这样想。为什么我要给你顶级富豪投资心法？在盘整理的过程中，在这些股票要飙上去的过程中，我给你这一些，自然有我的道理啊。哦，语重心长啊。那么今天带进的，站在云端的电脑王，第一季 EPS 0.94，毛利31%，站在云端，网路啊，很多投资朋友啊，你不知道你小孩在乱看东西啊。暴力啊，色情啊，对小朋友不好，你需要 security。 这个不是网络，我们讲这个是网络监控，跟一般的我们讲监控系统是不一样的，这叫做网络 security 跟云端储存，这是我们的新菜。果不其然，一进去又给它锁在涨停里了。所以标股损难重压企划仅开放今天哈，那个名额有限，我们时间到就 close， 请收基本费，到年底直接飙到年底，谢谢。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缺水很辛苦，省水有背包。对，省水器材轻松省。Check， 茶漏一滴也不浪费。Do。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浪费不知珍惜，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你今天爱水了吗？幸运之星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林总不问，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作手法，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拨幸福热线02-6630-3201，02-6630-3201。幸运之星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林总不问，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作手法，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拨幸福热线02-6630-3201，02-6630-3201。用心的微笑，含蓄但深刻；真心的微笑，腼腆但温暖。